然后牢房里有东西可以捡，然后你要小心僵尸爬起来，还有些僵尸会吓你，吓我！可是它其实只是吸，对，你等下你捡东西就知道了。对，你捡东西啊？陷阱。哦，跟你说啊，吓你耶，靠，垃圾，就是什这么种礼啊，物？这种只是吓你而已，没有干嘛。哎 欸，看有僵尸，哪里？这里有几个陷阱是长这样吓你而已，其实没什么实质意义，就是很可怕。好，这感觉也有陷阱啊。他说前无章你看史，看看啊，哼，对，前面有怪啊。